大家好，我是丁真。泸定发生了地震，感谢救援队们立刻抵达灾区一线，希望他们一切顺利，也祈祷平安，请一起为我的家乡祈祷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尽一份绵薄之力，非常感谢，携手明天，心手相连。雨水在冰肌中繁衍着呼吸心痛，温顺的微笑着倾诉着那些融化，用生命迎着风去风化时间中，四季中必要花开，却无声化中。谢谢你在这里伴随着冬季，伴随着生命穿过每一次哭泣，谢谢你在这里伴随着晚霞，伴随晴空里每次呼吸，谢谢你在这里伴随